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我这一季是高级的。好大呀，这一次。我就知道，肯定有很多好吃的。老谷好讨厌啊！他给你发个啥？你把人家发成这样的照片？你刚刚发了我的那个杂志的，他就把那个截图发给我说：“来，赵露思，看看你的脸，就放得很大的那种。”一般在化妆啊这种很长的时间中，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消磨这段时间？唠嗑。你心里有特别想跟谁磕长久的吗？我吗？对。所有男歌手任你选，你想要跟谁磕长久？薛之谦。对啊。这样也蛮酷的，就这样。今天都这么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我现在要去拍化完定妆照。我现在去化定我什么来着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我现在要去拍定妆照。好，美美美，可以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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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紧张的想上厕所，哎呦！今天是个蜥蜴吧？我们现在就得进入这个套餐体验时间。好的，你需要一个女伴儿，露丝来帮忙一下，好不好？露丝，露丝来来来，体验一下50,000元豪华套餐，体验开始。不是很满意耶，因为感觉好像自己还是很多话没有好好说，然后因为都是熟悉的哥哥姐姐们，所以他们老是 cue 到我很多点，我都没有回答得很好，对，觉得不是很满意。我的表现别期待了，来看看就行了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来一组快问快答。好。在 KTV 里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？好像掉进爱情海里。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涂唇膜。如果是休假的话，最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？最想回家。给自己的素颜打多少？打个60分吧。八字拍的话会修多久的图？八字拍会修，半个小时。如果不做演员的话，会想要做什么工作？想去星巴克上班。如果穿越到10年后，发现自己秃头和发现自己单身，难道会让你崩溃？我真的蛮想秃头的，真的。其实拍古装秃头真的挺好的，要不然真的好热。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不会。那自己如果做表情包的话，会希望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希望是